我是石头，石头好看吗？还搁这看美女呢？啊？干嘛？干嘛呀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一个小师妹说要有一批料子，你让我看一下就去看料子啊？嗯、好看吗？啊？我是石头，石头好看吗？正好最近也缺料子，走吧，去看看。这不是卖酒的吗？他以前做翡翠。啊，这里还有茅台呢。等哪天翠友来了，我们把它起了喝了。你好，没见过啦，没见过的。你好，我看你挺不错，翡翠了啊，挺不错。我现在改行了，我到山干丘了。对呀，翡翠不好干这个。现在不好做，我就想处理一批料子，你看一下。啊，对呀，我就想过来看看，现在有料子，让他来看一下。不做雕刻了多少年了？可是不做。哦，原来也是做雕刻啊！对啊，我想做雕刻。对，那有没有你对眼的？嗯，适合雕刻。对，这已经适合留下来的。这是老水石了，只有这些了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些了，就处理就行了。是，嗯，翡翠现在是不太好做了。对，嗯，不好了，要是赶上做点贵的。嗯，你看这个白玉翠。啊，这个想卖多少啊？这个话。都是老朋友了，想卖10万。10万货头我就打出来，大概就这五片是可以的。这批都不错的，都雕出来21件，都是好货的。21件，都是老料了。你看2、4、6，货也就7、8件吧，能打得上价格。没事，你看多少嘛，毕竟手头紧嘛，想处理掉。打到5万块嘛。卖了才是钱呢，老板。这可以呀，这个价格太低了。没老朋友你不晓得看我，我跟你讲，六万八了，好，6万8吧，你6688嘛，是吧？6万8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你不差那2000块钱了，是吧？开个张啊，开个张，对，我就做商赚赚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开张开张啊，单子给我拿走吧，我们袋、啊、没袋子了，袋子都没有掉，袋子没有了啊。那房子都送我们了，对，房子都送你们，我真的改行掉了。现在我觉得我们还要去，也是要去看下货啊。可以可以，今天过来做饭，没，好好好，闲着就来吧。这批料子是不是买高了？是不是买高了？真的不高啊？不高吗？那有点冲高了。就货头6片嘛，差不多吗？你们这个小师妹好几天没见了，你什么感觉、啊？我现在都心痒痒的，我就想来一个试试。你想雕啊？嗯。你算了，你半年没有摸笔了，你还雕啥？看不起谁？你挑这个，你挑哪个？你真要雕啊？我就拿这个。没有，我这边正好有一个翠友，要找这种特色的，他想送给一个小孩子，15岁的小孩子作为礼物。我刚才我也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。这个比较合适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料子呢，它里边啊，它有这种兰花，而且它白肉呢，种也是够的。它边缘处啊，还有这种黄物，这个黄物也是颜色很正的，背面还有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料子啊，它的颜色比较丰富，做出来呢，主要把我们这个形啊，把这个造型给它调好了，出来应该还是很出彩的一件啊。那我就拿这件雕，我拿这个雕，咱俩。battle 一下呗。battle 一下。啊。好啊。安排。那就这样呗。看看结果啊，咱俩。再来就交意见呗。看结果。你给看看，你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料子。看，我这个最小坨，我就拿个最小的跟他比。最小坨上面的话是一个黄乌层，下面的话是白肉的，跟那个是同块料，但这个水头比较好。我想做一个俏色小雕件，我先去构思一下。
你的电话好多天了，等你。你那个什么工程量啊？你看我这个是什么工程量、啊？你看看我的，好不好看？跳色调的。可以啊，这里黄的地方雕了个小蝙蝠。有点东西、啊。浮在眼前，然后整体做了一个如意钩，事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你看都润个料子气。颜色用的还可以啊。跳色巧雕吗？嗯。配钱直接在这里配进去，50公钱直接配的、嗯，好看吗？还不错。我看你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好啊，你这三彩的呀。嗯。真润呢，这个料子起货真的好啊。漂亮吗？漂亮。整个料子是化开了，我就下边这个红的没舍得去掉，正好这个随行啊，这个角呢套在下边啊，红色的云整体是一个祥云，然后正好这个位置有飘花呢，我们雕了一个麒麟回着头，麒麟图书，整体的料子还是比较水润的。嗯，这里挺焦，很油的，这个料子很细啊，而且这个位置打孔呢，它很舒服，这个造型。它的工好细呀、啊！颜色哈，主要颜色用的比较到位，这个料焦焦润润的。但是我还是喜欢我这个。你觉得你的好，我觉得我的好。队友们啊，更喜欢哪一件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。